想问问你，小时候抱着睡觉的玩具熊，是不是已经积灰了？从前收录进播放列表的歌，现在还在听吗？9年前买的牛仔裤，今天还能穿上吗？实际节目笑出来的鱼尾纹，还有办法展开吗？时间是最擅长变化的魔术师。 从2014到2022，那些你习惯的、热爱的、思念的、梦想的、在乎的、珍视的、骄傲的、坚守一切，都变了吗？我变了。 变得多愁善感，变得小心翼翼了，变得更加快乐。我变成兄弟团成员了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他也变了，有多了清甜菠萝味了。我没变，追求快乐的脚步没变。我没变，迎接挑战的勇气没变。我没变，挺身而出的情谊没变。 我没变，不言放弃的精神没变。我们没变，与你的连接从未改变。